吴敦义，1948年生于台湾南投县，台大历史系毕业，现年69岁。吴敦义文化素养较高，从1980年代开始从政，至今登高位，可谓经验丰富。在工作之余，他也能舞文弄墨，所流传的书法作品不少，颇有名气。据说他曾和马英九参与活动，文从沈梦了解，在现场他们各写一字，马英九的字获评相当标准，他被评继续练练，此话让他颇为难堪。不过在民间对他的字有颇多不同的争议，有网友如此评价，目前宝岛名人书法中马英九最佳，洪秀柱次之，吴敦义书法再次之。吴敦义的书法别具一格，自成一体，不如马英九的字健美，难匹敌洪秀柱书法的秀润，但是也有一定的可看性。吴敦义的题字比较常见，但书体并不一致，可以对比看看。此图为吴敦义楷书作品，有网友指出共创双赢的赢字写的不对，是错别字。仔细了解发现，这个赢如今意所指有限，但在古代是可以通赢的。而吴敦义身在小岛，饱受当地文化熏陶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字如此写，只是因为他的文化课本中如此教的。